你敢去加伊啊？ 我儿子跟我长得不像，因为你们没有看过我小时候的照片啊。我是大了之后越来越帅，小时候长歪掉。应该说小时候已经很帅了，长大更帅，老了之后更帅，特别帅。所以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。应该说我从来没有长歪掉过。怎么会说错话嘞？我实在是。 隔壁没老王哦，我独栋的哦，我独栋透天没邻居哦。我是自盖自建哦，所以我没有邻居哦。 今仔天气较好安尼，今仔天气较好，还无遐热啊。好命！今日较无遐热啊。你看我已经，我昨下咧，你听我讲完，我已经钓了二十年啊。我无讲当时我昨下咧发现一个足大只哦，我昨下开一支啊，一阵水啊，一阵水了三分钟，我才发觉我无好啦。真正，我有当时你消钓鱼啊。冬天吼，阮出门我咧准备去扫河，扫到太阳去哦，扫到，天气就热，暗时雨扫，我钓袂到鱼。 热天，阮嘛拢嘛，阮拢咧拍母工的，阮后日现咧，现咧咧消消出海。我两点外就出门啊，我咧到白沙，我两点四十分就出门啊。嘿。四十分，十二点啊。我两点四十分去到白沙，你看。啊，伊啊，就大概卖一大个人，就拢把路拢把路去啊。哎呀，卖卖卖卖，咱只卖卖到啦，我平日都市咧卖，计上好个。 哎，高弟，你是飞机了无？还是呢？今仔日无啊？今仔日无，哎，阿伯阿连高。怎样的？买你迄种诶，迄一千八百五，八百五。哎，高弟哦。哎，是诶，你海螺，咱讲海螺，就这些，我袂讲过。 你再讲卖嘞！人家人家讲要吃牛肉，就说啊，我哥上次不是说了吗？农造主产生活，其实我们不是生产。你那超过二十块，你过来我听讲卖嘞，一百条，好不？ 无人来，唔敢要食包子啦，八百只啦，都靠自己在过。十八来，八百来，十八来，一百块。啊，老板，今下包子啦，讲你咧办事，拢袂晓食。今包子啦，嘛要了啊，都有人来吧，来一只，好不好？ 这蒜泥啦，冬巴啦，蒜泥头多巴，这蒜泥头多巴，水的，这边这蒜的，大只的，一百，蒜泥干啦，看下。我哥的那边的直播重开了哈，你要重新点进去。原本的要关掉，然后点他的账号重开。
所以我哥那边重开了哈。好，大六掉下呀。无咧掉啊啦。我今仔买菜，叫买花竹竿。啊？以前爱削削掉，即卖无咧掉啊啦。我讲其他好不好？那前几日电影内底吼，十个内底嘛。高诶，高门叫这个名，南瓜石板。两百号电动，你如果风诶，你无看。你问阮查某囝，我拢我去各地拢做电动诶啊，拢电动了对。对啊。这只足像南瓜，色水差一撮尔，南瓜的这个外表甲这个体格拢同款了对啊。领导，咱要食飞机。我著讲，我以前烧甲讲买船呢。甲我同个啦，阮烧甲爱钓咧，爱钓咧这路尔。买两百号，这阵诶吼，你规。这一个肉超好吃，来两百。哎，失学少女网络关怀促进会的荣誉理事长刘新照，你来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大家早上。你看中午，看了看哪家呢？不大好。啊。不大好，大家注意，这家不落来了，大路。好牌啊，好牌。我们家那边看都多少张？我很大号，两百份。那个刷鱼啊？那刷鱼。那板好的，加一个两百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上桌了。可以吧？拿来，真好吃，真嫩啊！这边的肉切，我看这大切，这大块多，这大块。来，这大真嫩啊！一点切，这大鱼，这大鱼好吃，好不好？我吃的，有没有吃过？这个好吃。例如来啊。可以吧？吃大餐，多人啊，咖啡机两包了。这都简单的啊。我这边就简单，这个算了。三百块。这都简单的，三百。来，飞机完朋友来了。这飞机完，你不坐登机啊？十八多，六十多人海，你放开啥？因为今仔人较少来，我不甲你问一下，这个三百份，我尽量是要卖恁啊。菜车要讲买一袋啊，还要多买五十块银啊，三百一袋，这两袋啊，爱一百块银啊，这袋三厘啦。我请你啦，嗯，一大条，啊，好近，哦，带人去啦，嗯，这是两对啦，一对啦，三对啦，三对啦，四对啦，哦，这一大块，这没那么，对啊，那这里比较好，不然去嘉义，嘉义，哎，我只要，不怎么，不要去买啥。来啦，你做车人破条皮啦，四千点啦，你卖货我排成万条啦，啊，皮带就三千多，一百块，一百零八。金龙三十五，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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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五，
一只老金盘，真正这一只两百的卖，这若过日时还阁唔呾呢啦，实在是拢无啥人啦，加减卖较袂无聊啦，咱莫讲笑啦，一百条，一尾一百，我无讲笑的，这以后新鲜的红菜拢无食拢无饲哦，这一只外口超过百五，真正这两百的卖去，其他拢无人大只，一百单的，一百块卖无？老姐，你敢买？足好吃的，我甲你讲，绝对买袂到这个足大只鱼仔，这鱼仔无刺，肉足厚的，这只金华冬，一百块尔。你考虑者，你考虑者。干贝吗？干贝今天没有。没有。我气死啦！大概就安尼啦。真正咱若再干贝，无人买，歹势歹势。我唔是咧讲你哦，我是讲我家己啦。台南台南爽起来啦。安尼哦，我是咧讲啥物事哦？我讲气死的意思，你啊，再过歹势，你听我讲了。那有时候带来哦，无啥人咧问啦。啊，有时候放弃带来，一干四五个、五六个来咧问我，啊，今仔有再干贝无？像我礼拜刚卸了蛋，连上两干都在。星期天呢，超过十个客人问这个谢老板，啊，一家了，要啊，同款啊，歹势嘞，嘿啦，要来紧紧买来，伊直放啊，嘿啦，有当时啊，着代志嘞，面对好就是安尼，歹势啦吼，今仔日无，今仔无干杯，今仔日要来送杯都嘛无，七八百块钱，我问者啦，因为今仔日东西也卖得很多出去了啦。太可惜，两袋蛋，我不得两斤蛋啊，太可惜。哎，文金早安。哎，瑞兆早。这摆高车不是两栋的哦，不两百个，今仔大大个哦，今仔不是两栋的哦，今仔无人啊，因为我遐袂真济啊，你若按什么买，我就尽量袂你到上两百袂。我一只，你今仔袂百三，两个你要个，三百个。老板娘大概七十岁的了，我讲真的了。这两百块，这两百块，多少来买？今天还没吃饭吗？吃饭吗？今天吃饭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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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哥，讲人话好不好？你叫你真直播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七国也袂错啦。阿妹讲一下话。做蛤蟆的，阿大家蛤蟆做金枪的，阿们做个倒销售，我袂做蛤蟆第一点泡沫做成事啊。阿只蛤蟆真耐吃吼，可以炖很久，你炖吼，能够泡沫，这个冰箱冷藏好啊吼。炖蛤蟆个泡沫，这只蛤蟆吼，这么超级的肥哦，刚刚细了，才七八十啦。一百块。这个猪灯啊，还没介绍，保证都是活的，灯再说，一百块。这一百块，够人了。来，小声点。这一百，请看哪里来啊？这一百，真半当钱的。这一百，够人了，够人了，够人了，谢谢。今天留意啊，好，好，今天留意啊，今天没。乖啦，买一百块，今天留意，比普通时啊加到二十块量啊。对啊，你说你真多都在忙什么？我看无你在讲什么意思。足钱的留意啊，这里哈，这一百块，大半个啦。这一百块。这一百块留意，够人啊，够人啊。
我直播都在忙，没有啊，站着啊，喝饮料啊，看标题啊，想标题啊，然后看妹妹啊，一百。这门票我得打我的啦，我要这些，来一百。这几个啊？一边直播，我还要顾我其他频道的事情，我很忙，好不好、啊？我又不像四十万大龄的少女，丁言。哦。拜托大学生呢、欸？有大学生看，我就不用扫其他地方啊。
我们说话艺术要好一点，要说望远之交。这叫讲话的艺术啊！老牛吃嫩草，老少配都可以叫做望眼之交。至于怎么教，那个就不好意思说了。一般拢需要较少济啦，这搁讲一遍对啦，因为这鱼啊，外口若要，这三包较少济人去，最后一句啦吼，这是咱开安尼早无，伊内底乌乌甲提掉啊，还要换掉嘛，袂要紧啦，这三包，这有人会晓食，有人袂晓食啊，这搁落去东港去，当去食拢足贵个啊，这菜车你甲买看卖，这只叫软丝啊，这只比泡椒搁较好食，啊行情嘛比飞机搁较贵。搁三百，三百一句，谢谢。那以后再好写你比较下，啊，我甲你问下啦吼，恁在场的人要食虾仁无？要一个大只的虾仁啊，大只的啊，再大只的。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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